又回来到我们的 Coco Momo Review Channel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的单元 TikTok 单元。OK， 这次呢，我们的这也是舞步 ，OK， 跳舞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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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是一次这边，两次这边，第三次，我们就要这个嘛，我们就这样子，不错，我就不懂了。Let's see。Boom！ 很像很 complete 了耶，很像原来我们抓到了啦。来过来一下 OK 吗？有可能One eternity later. So, 我们又完成了我们的这个 TikTok video. So, 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 reveal about 这个 Yeah. So, 它是容易还是难？其实对我来讲呢，那个舞步是非常容易的，超容易。But 容易到来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 perfect it. 所以，我们也是。自己有多加了一些效果。我们大概用应该有七八次这样子的。刚才那个没有这样拿，你讲你用五六次，这个很容易，你讲你用七八次。别，哎，喂，你很容易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比较 pro 三次就搞定了，我们三次。不是你要 pro， okay, okay. 你要那个 video 看起来比效果比较 yes 一点嘛。OK， 我们用了七八次，我们往。TikTok 网红又前进一步。